一会儿记得别跟他对拳，别跟他抢，最重要别跟他较劲。哎呀，知道了，老头儿，你每次都是不要这个不要那个，那我不打了，回家好不好啊？啊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每次都顶嘴，能不能不顶嘴啊？放心吧，我连赢九场了，靠的可不是好运气哦。厉害了，哎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何伯上来找过你啊。他也没有说什么事啊。他什么也没说。你是不是没交房租啊？你当我老人痴呆啊？不过
今天何博士有点怪怪的，我叫他等一下，他说之后再来。不是又要加租吧？哎，几年前收徒弟就不该太严格，现在找人学拳都难。干嘛？那现在拳馆生意又不好，那些徒弟呢又欠着学费不交，如果真的要加租，就用我的出场费先撑着咯。当然不行了，向来都是你欺我三的。不是啊，我听说啊，老人家太长时间没事做的话，很快就会死的。啊，你这臭小子，你死我也不会死，总之何伯那边我想办法。你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小意思。什么时候打下一场？如果你的手不想像我的腿一样，就别硬来。我真的没事，我只想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。快说啊，什么时候打下一场？暂时没得打。喂喂喂，老头，你不是推掉了金牙安排的比赛吧？金牙说老外都被你打倒了，现在很难找到对手。需要时间再找人。你好，是不是想学拳啊？师傅，阿乐，阿杰，去洗衣店帮我拿衣服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哎，行为良好，扣点假期。两年前就放出来了。那些事别提了。有没有听过球力？连赢二十几场的那个泰国华侨。这次我过来呢，有事想跟你商量。我想办一场泰国最强对香港最强的拳赛。我有方法让他跟阿杰打一场，光出场费50万。反正现在也没人敢跟阿杰打。我听人家说，球力打死过人。50万呢？你们要打多少场才能赚到这个数？阿杰肯定很想打。我不想他打。放心吧，大家都是为了拿出场费，不会真的拼命的。你还欠了很多债。全都还清了。我是想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如果你不想的话，那就不打扰你了。留个电话，考虑一下。如果想打呢，随时找我啊。走了。还在生我的气？别傻了，是我自己以前不懂事，要不是你，可能我现在还戒不掉。不用担心我，走了。我不想再骗自己。我真的很累，很累，很累。Cut！ 你演得很好，我上部电影没看错，你很有潜力。谢谢导演。我觉得这次试镜的角色跟我自己本身有点像，所以可能在拿捏角色这方面更容易一点。我觉得你根本不用拿捏，这个角色就像特地为你写的。我一定会很努力地演好它。其实作为一个新演员，靠努力是不够的。你知道这个角色很多人都想演。作为一个新演员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听话。我一定会很听话的，你们叫我做什么，我都会用心做好的。哼，那就要看你配合度有多高了，你懂的。
事情完了。喂，喂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居然泼他！他根本不是想试镜啊，他是想让我陪他睡。他上部电影还在剪辑，你是不是想你的戏被人剪掉啊？啊？喂！对了，嘿，这样，别接啊，放松，这样吧，啊，这样，对。大家安静一下。是叫人打拳的哈。这个柜子给你用，沙包、哑铃，你都可以随便用。你之前有没有玩过啊？不过我想在一个月内学会这一套动作。我要是一个女杀手的角色，一个月倒不是完全不行，只不过我不怕辛苦的。嗯，好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嗯，走。何伯。德伯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关于拳馆，不是又要加租吧？你去年才刚加完。哎呀，德伯，你听我说呀，前几天我刚花了几千块帮你修厕所，还有水管。何伯，算起来我帮你省了不少钱，过几年再加吧。哎，不是啊，德伯，我那租你房子这么久，我有没有迟交房租？你要加我租，我就搬走啊。那你搬吧，有人出500万要买。你也知道，我孙子快要出生了，我想拿笔钱让他们搬到大一点的房子住。你这是要逼我关掉拳馆？你让我上哪儿去找这种地方？要不你买，我便宜点卖给你。别开玩笑了，何伯。哼。好，可以了，先去喝点水吧。再来。
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银行最多也只能借400万。再多加50万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真的帮不了你。你再考虑一下，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打给我。谢了。导演，这部电影不是拍完了吗？正在做后期啊，突然要改戏，是不是我演的不好啊？当然不是了，改这几场戏呢会更精彩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从不同角度把你最美的一面拍出来。我会不会从女主角变成女配角啊？导演说你是女主角，你就是。Hello。喂，阿福来了，来这套衣服快一点啊，换上它，化妆好就拍了。今天补的戏好像不是这套衣服。就是这一套，导演临时改了，补另一场，快点啊。啊，德波拳馆。喂，杰哥。阿福，不好意思，我联系的手镯落在柜子里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拿过来？哦，好，好，我马上拿给你。谢谢。他到底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放过我吧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剧本啊？痛一点行不行啊？哦，好。再来。好，再来一个啊。好，准备开机。准备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看，你在演什么？你到底在演什么？碰你会不会啊？林林，你休息一下，给我瓶子。哦，给导演。开机，开机，准备。继续录。干嘛愣着？没酒瓶了？废物！要第一条，收工。收工，收工，收工！收拾东西啊！收拾东西，收工。每一次试镜，个个都夸我演得很好，但是每次演的都是路人甲乙丙丁。我跟自己说没关系，再努力一点，再演好一点，始终有一天会有人看到的。今天不好意思要你这么急着赶过来。没关系。
其实戴不戴手镯，联不联系，根本就没人会留意。一定会有人看到的。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很傻。陈四儿，陈四儿，你不要死啊！你要坚持住啊！哇，面神，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，天下无敌！其实呢，你第一天来拳馆，我就认出你了。我觉得《面神》那部电影演的最好的就是你的顾客乙了。谢谢你。放心吧，你这么努力的训练，到时候一定会是最棒的女杀手。嗯，加油！加油！喂，好啊，我安排裘丽过来。机器长得也太杀人机器了吧！别管他，总之把这两个礼拜训练的都打出来就行了。放心吧，50万现在我们已经收了。等我打赢了这场比赛，我们就去找何伯买下拳馆，以后就不用烦了。记住，不行就别硬撑。
住了，别打了，阿琴，认输吧。你醒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师傅，我去叫医生。好，我的腿动不了了。为什么我的腿没有知觉了？没事的。老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我的腿动不了了？老头，为什么我的腿没有知觉了？我怎么了？你。病人的脊椎第二节严重移位，虽然手术的成功率只有12%，而且失败的话很可能要截肢，但是不做手术他就只能等奇迹出现才能重新走路，所以你们还是劝劝他吧。阿琴，不用来劝我做手术，麻烦你们走。杰哥，你别这样。别这样。那应该怎么样？12%的成功率，100个人里只有12个人可以治好。我的运气向来都不好，要不然也不会一出生就被扔进了孤儿院。运气好不好？没试过也怎么知道？我不想知道。你是不是想下半辈子都躺在床上？你们出去吧，我想安静一下。杰哥，只要你相信，老天爷一定会帮你的。走啊！明明有机会。德伯，急着找我什么事啊？何伯，不好意思，我有急事要用钱，那家拳馆你卖给别人吧，月底我会全都收拾好的。我正想告诉您呢，要是你钱不够的话，先继续租着。你不是说有人想买吗？那个人不知道是不是神经病，昨天打了电话来说不买了，然后还说谢谢我，又说现在买了也没有用，不知道他都说些什么。哎呀，算我倒霉，被人耍了。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叫霍杰出来打？是你觉得拳馆比徒弟更重要？喂，阿杰没有得罪你，为什么你要害他？不关他的事。是我想你，亲手送他去死。
当年要不是你跟我说让我跟缅甸人打，我会染上毒瘾，我会帮人家买粉。你吸毒是因为你输不起，你想逃避。是我输不起，但是报警抓我的人是你，知不知道那八年我在里面怎么过的？如果我不报警，你的命早就已经没了。你的废话我听够了，你要说的话留着跟躺在医院那个人说吧。我不会让阿杰有事的。贴神经病，越贴越多，想累死人呐。你真的有必要每天都来吗？你以为我想每天来？我是学你的。明天见。投降了吗？今天到此为止，你可以走了。今天不是我为徒，我就一定会再来。回去休息几天，下个星期正式跟我练。你不是要我打赢你才肯收我为徒吗？就是，还没跟我学拳怎么能打赢我？打拳最重要不是技巧，而是心态。这个月你已经过关了，但你要记住一件事，紧握拳头就什么都没有，当你松开拳头，整个世界就是你的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霍杰。清楚手术的风险吗？清楚。你再等一会儿，很快就能进去了。阿头，平时开场前你不是有很多话要跟我说的吗？今天给我什么建议啊？哼，这场比赛可不一样，记住不可以投降。放心吧，你知道我从来都不是靠运气的。你最棒了。差不多了。等等等等，不好意思，这条手绳等你平安之后出来亲手把它还给我。不用担心，等我出来把这条幸运手绳亲手还给最出色的女杀手。心跳很快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握紧这拳头，计算血流，怀疑我所有，只靠一双手，英雄本荒谬，战万百口，我分不清君子与小丑，在命运中。我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打赢裘丽，我想跟他再打一次。好啊。Cheers.
找点厉害的人跟我打。来，谁敢跟你打？我。你每一场都一拳搞定。是，收，喝酒。美女，先出去。出去。来，喝一杯。先喝一杯。不如打一场假拳，一次赚一大笔钱。有了这笔钱，足够退休了。你也不想一辈子打拳吧？对吧？哈！死死死！哈！嗯！死死死死死死！啊！厉害，你练得不错啊 ，CK。来来来，跟我打一场，我好久没跟人打过了。哎，你怕什么？我会让着你的啊。魏小琪，去洗衣店帮我拿衣服回家。喂，老头儿。怎么又让我去啊？我要打实战，你自己去吧。喂喂，我今晚没有空去拿，叫你去就去嘛，臭小子！怕了？你呀、啊，你赶快娶个老婆，不然整天都要在外面洗衣服。继续。你好，想吃什么？嗨，老板，冻柠茶三明治。好，好的，稍等。禽兽导演陈炳虐待新演员林佑福，新电影《女中豪杰》刚刚上映两天，票房一般。原来拍摄期间发生了很多事。电影中一名没有名字的小角色由新晋演员林佑福担演，根据小道消息，导演陈炳之前看中了林佑福，想趁机占便宜。林佑福不止不给面子，还把一杯奶茶泼向陈炳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么巧，林佑福之后补戏就出现了连环打头事件，可能他真的演得不够好，但是小编看到都觉得痛啊。我觉得他可以。这种新闻不到三天就有一宗，你用他等于自杀。我留意他很久了，他很用心。用心是没用的，有人认识才行。每个人一出来都没有人认识了。我们这套戏投资过亿啊，要不再考虑考虑。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？你果然是做女主角的材料。嗯，看你这么有眼光，要不做我经理人？嗯，好啊。不过我要先打赢球力再说。我对你有信心，你一定可以打赢他。嗯。嗯，是该把这个还给你了。不用了，你带着，跟你很配。也对啊，我当时是说还给女杀手的，你现在做女主角了，确实不应该还给你。还没开始拍，可能又换人呢。嗯，我也对你有信心，加油。那我们一起加油。好。耶、yeah! 加油。哇，你没事吧？福姐，福姐有没有弄伤你啊？福姐，我没事。福姐，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大人有大量，对不起。
付坚，你要帮帮我，我很惨的。你跟记者说，不是跟公司说，之前是一场误会。放手！不是，付坚，没事。付坚，你开记者招待会说，与我无关。你先冷静一点。打给老板。老板不接我电话，用你电话，用你电话打。阿杰，一二三四，不是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。阿福的脸怎么样？我先走了。阿福，我们剧本上有一点改动。最后决定换女主角。对不起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角色，也很适合你，很有发挥空间。我们正在改剧本，改完之后。
给我退！叫阿福出来看回放。阿福，演得好，过来看看。整场戏都演得很好，继续加油。谢谢导演。刚才是不是演得很好啊？嗯，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一个好演员。可能因为我真的想过自杀，但是我又在想，可能以后会有一个新的手术，可以消除这道疤呢。就这么死了，太不划算了。而且我怕你舍不得我。不过你真的好勇敢啊。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昨晚一晚上都睡不着，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100个不来的借口。但是我跟自己说，如果我躲了这一次，以后的日子里，所有的事我都只会选择逃避。与其这样，不如面对他更好。休息一下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来 CK， 我们打一场。不，肚子疼，肚子疼。下一次。喂，来。阿杰，哎，让一让。在外面输了很多啊，赌博害人呐、啊！还有，他说他不想那么快退休啊。阿杰，打电话给我。
阿杰，你回我电话。阿杰，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，你回我电话。你不是想跟裘丽打吗？回来谈谈。喂，师兄，我们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了，初步估计死因是吞药自杀。你去跟裘丽打，你是他的对手吗？没打过也怎么知道？你看看你的右腿跟瘸子有什么分别？我右腿不行，我还有左腿，这个世界没什么不可能。我跟裘丽打是为了拳馆能继续生存下去，你又是为了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阿乐自杀死了？我不想像他那样啊，一辈子逃避，逃避到连命都丢了。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打拳，在这里教拳？不是因为这条腿，是因为我怕有一天我会输，知不知道？输赢有那么重要吗？你现在去就是去送死，你知道吗？无所谓，像你说的。我也想知道自己可以走到多远。Thank you.
说你以前比赛从来没输过，不过我也是。总会有第一次。咋了？我们不打了，我们认输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认输。我们不打了，我们认输。走开。我们不打了。走开。你赢了，你赢了，我们不打了。你、
到了。
站开一点。别闹，别闹，让让，是吧？来，我辅助一点啊。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老头，我一直想问你，是不是为了我，你才跟球力打？看镜头，看中间呢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好，准备。